盘点那些男生迷惑行为。六位女嘉宾在你面前，你对谁最有感觉？外品，外品。这种渣，真是。看看看看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有个事儿我敢，你指定不敢。不是，你有理。不信呢？来，啥呀？看吧。我天哪！我去！我你！真的我去了！你敢不敢？嗯，你敢不敢？
我是一名保安，保卫一方平安，爱吃小熊饼干，喜欢业主小丹，我希望他每次看到我都能给我讲一声保早安。早保安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，即使明天我们的手脚都会折断，但是我们的衣领和袖口依然笔挺。啊，秒吃西瓜，看好了。哇哦，大车车，他过弯过得真帅，好稳哦，都不像我。我们俩刚刚路过一个玩具店，他现在是在外面盯着看不走了。果然男生不管多大都是一样，像个孩子。怎么了？你们在这边也腿好白啊。哎，真的哭啦，不理我。像一个傻逼。我他妈的让你删除一个撩你的女人。啊、你妈你微信少了一半。我开学了啊，家人们，山东女子学院。这个学校不是很想开学，怎么是不是很想来？哎，你们看这海浪，那也没有我浪。老子一个人就能给你安全感，你让那些小崽子都滚！你打我呀，来呀！你打我打你怎么样？见过猛男吗？你见过像我这样的猛男吗？我再也不谈恋爱了，我要把我的兵放进裤兜里，从此当个有大兵的人。这儿来接今天的这个往外倒。长大我要当太空人，爷爷奶奶可高兴了。杜家兵比我们谁管谁叫儿？我叫你叫儿，咱俩谁管谁叫爹？你管我叫爹，咱俩谁管谁叫爹？你管我叫爹，咱俩谁是谁的爹？你是我的。没有撤退可言。干你俩死嘞！